好，来，今天的新闻就开始来看中华的关键古迹鹿港公会堂，讲是鹿港头一栋的新样式的建筑，年久失修，因此鹿港镇公所透过县政府向文化部争取到1855万，县政府是来补助到198万，公所自筹596万，征收到地面的六个砖、来瓦墙、甲电光音响。13号早起时，镇长柯志宏嘛前往视察工程。进度，希望工程会当如期如期，伫咧112年9月份来完工，好工会堂会当风华再现。今日来鹿港工会堂，会当看到工人当伫咧进行防水工程。鹿港镇长柯志宏嘛来到现场，进行征收工程的视察会勘。使用上很方便，这次我们重新再设计过展板，收纳上来还是展示上都更便利这样子。对啊，然后在舞台的部分我们有增设一些舞台的灯光，还有一些新音响设备。嗯，对，因为我们工会堂以后可能就是比较展演空间啦，所以说这设备的部分呢，这次呢就把它加上去。工会堂位伫咧老街出口的所在，对整个鹿港来讲，地理甲历史的意义真重要，嘛是鹿港头一栋新样式的建筑。毋过年久失修，为着保强维护这栋建筑，鹿港镇公所透过县府向文化部争取经费进行征收。鹿港工会堂会当讲吼是早期咱鹿港所有乡亲的一个聚会所，因为吼。被列为我们是一个限定古迹，因为年间吼嘛真久，嘛失修，所以这回咱嘛向这文化部提出透过县政府提出这计划，转送到文化部获得一个补助，那总工程款就是1855万，那县府的补助我们198万，那公所也自筹了596万的一个这个费用来做这征收。这回征收的这个内容，就是包括咱这个安尼地面的六角砖，啊，或者灯光音响，以及内外墙，还有门窗，还有消防机电的一些种种的改善。那咱讲今仔来到现场来做一个检视，现场的这个进度嘛，咱讲达到了43.5%的一个%，买咱讲进度如期。大家拢安尼，咱讲照这个进度安尼咧行，尤其这个现场这个改迁，嘛发觉有一寡还佫增加一部分，包括就讲这个防水的部分，后来发现讲这个防水若无做，可能咱做出来一寡效果会较无达到我们理想，所以咱工作嘛佫针对防水的部分，佫来做这个增加，这个安尼。来做这建设，这涂装哈，哎，当讲吼，能够完工，也能达到吼那么矮一点好个。那相信未来整修完，能够提供给我们来这边做展览的，还在做这边的艺研的，也能有更加好的这个空间。这个经过整修了后，规栋建筑一定会当焕然一新。同时配合公所举办的各项艺文展演活动。将带动鹿港的艺文再现风华。大中华新闻林桂鹿港采访报道。